爱情是超越物理定律、违背科学理智的一种存在。在爱情发生之前，那个人的喜怒哀乐只是他自己的历史。在爱情发生之后，他的一言一行就成为两个人的记忆。在这样的记忆里，希望他做任何事都能得到你理所当然的支持，就像你无论什么样，他都毫无条件的喜欢。